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加拿大国际电视台 CCTV 的谈话节目说东道西。我们今天访谈的嘉宾呢是中国著名的导演谢飞教授，同时呢还有我们加拿大的著名作家川沙老师。谢飞老师，您近两年的这个创作比较少，能不这个我就教书了。对，那为什么？是因为是不满意目前的这个市场的现状，还是说是受到的审查太多，您不敢再创作了？不是，因为我的主要职业是导师，我1965年一毕业就留下当老师，所以我并不是专职导演，我也不是完全靠导演去工作或挣钱一糊口。我是教教书，可是您看到那个上亿的、动辄几亿的票房那样，对我们没有，您不心动吗？更没有心动了，因为所以我尤其最些年教书为主，支持年轻人，再加上当然市场有变化，他现在平均年龄是21岁左右的观众看。我一个70岁的人排了，要想符合他们的胃口是不容易的，也有的就不可能，所以我的学生里包括。第五代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已经都田壮都60了，60左右了，所以也算老人了。他们又要去迎合他们，所以排出了一些电影，大家看，艺术也不成功，商业也不成功，所以已经摆在那里了。像我这样的，我就是改变自己的观念，就是很多就昧着你的良心意志去排一些迎合的东西，我觉得不可能的，我没有那个必要。好，当然如果允许我排我自己想排的东西，我还是可以排，但是现在条件太差，是吧？因为我也经常有人说，你看国外的导演，有的排到70、80岁，甚至90岁，对呀，还在排，那是他有一个环境。你比如说日本有个导演叫山田洋次，也就90多了，他今年又排了一个戏，他所有的电影都是。他们那一代人就是二战期间的经历，包括二战中间的一些事情，那些东西很传统的叙事方法，在他那个环境中是有市场，也有人投资，而且可以让他自由的表达，所以他还值得拍。我们现在不成，比如像我经常讲，我们这代人第四代欠文革一个重有分量的作品，因为我像我们的田野也有，但是很内容很轻，而还是文革比较有分量的电影，还是第五代拍了，像《霸王别姬》啊，对，活着呀，《蓝风筝》啊，对。而我们第四代的倒没有拿出太有分量的，所以，可是我们经历文革的时期是成年人，23岁到33岁，我们有非常多的了解，我也准备过一些题材，但是现在写也写不好，而且拍不好，那么像这种作品。不要轻易触动它，要做的时候拍不好就不要拍。对，你要拍得好才成。所以，但是现在到这个年纪了，还是我又要做很多别的工作。比如像我最近这些年基本是正式退休了，虽然还做点教学，但是我又有很大的精力在陪我母亲。因为我母亲104岁，身体很健康，但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经常。我就搬到他那里住了3年，然后以前是我哥哥在那里，现在是我弟弟又去了，我又可以出来，但跟他一块生活的期间时间就比较多，我就开始把我父亲能找到的，由最早一封信找到的是1919年的，一直到他去世是71年，编了一本叫《谢绝哉家书》，去年7月3联生活出版社出版，而且。因为我们保留了他很多的手迹，就是红格的那毛笔字的，非常漂亮，很珍贵。这已经人类用了几千年的书信的家书，这个形式在今天已经消失了，大家都是微信。但是我们这无论这种形式还是内容，都非常有价值，所以我把它图文并茂的出版。这一年来我也宣传这个书啊，做了很多工作，还是很受欢迎。大概印了好几版了，已经，所以我最近呢，这个书在做，同时我父亲还留下了很多日记，特别30年代延安时期，还有50、60年代的，它都是毛笔字，所以我现在把它影印整理，希望能够把他的日记
以前出版过一部分，是解放前的，解放后没有出版，而且还删节了很多。我现在就是一字不落的全部要整理，让它出版。原因就是我对父辈的翁医生和他留下的墨迹，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同贡献给社会。如果我们不把它整理，像那些信放在这儿，慢慢就扔了。等到我们的下几代觉得这有什么用啊？就你放到图书馆、博物馆里，他们也不觉得有用，因为不知道这想的什么。但是现在用书，用我们的解释，人家觉得很有价值，讲了什么内容，这些东西也就珍贵。所以我现在大概还得用三五年的时间把日记搞完，就等于我们把我们父辈留下的东西，贡献给社会，然后我才能谈得到在整理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所以老年嘛，上帝要人生苦短，对，要做一件事。74岁了，现在听说中国现在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3岁多，那么也许还给我10年20年。您完全看不出来是这个已经74岁高龄的老人。电影呢是我的职业，教书职业，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尤其人进了老年以后，你应该尝试更多的。所以我把父辈的事情做完，然后自己的人生阅历给他整理出来，还有什么兴趣，还有什么做的还可以做。所以人生嘛，就是需要自己去安排，让他做得充实、有价值、有意义。好，非常好。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现在呢看到这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了，我们这个谢飞导演呢，其实本身是中国按照比较这个正规的话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老人的儿子。那么关于这一点呢，现在呢，虽然这个谢飞导演他没有在进行自己的电影的创作，但是呢，他在进行的是整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留下来的一些墨迹以及他们的生平方面的东西。好，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有关这个谢飞导演他的影片以及他对我们现在的电影市场一些情况的一些评价。好了，广告以后我们再见。